这东西还有什么功能？不管了，试试就知道。啊，你，哎，这家伙不乖乖做作业，搞什么鬼啊？啊，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我约了立春他们。哼，神神秘秘的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，我得看看去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是立春节气，村民们正在用传统的竹竹马表演庆祝立春的到来。哇！好饿呀，宝典上说的那种草莓到底在哪儿？青彩，这是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啊？我们来了！青彩，我好痛！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？外星人还是机器人？开关在哪儿呢？别别别！痒痒！我们可不是什么机器人，快放开立春姐姐！平度，快放手，快放手，自己人都放开。抱歉，没事。好亲切的感觉，他身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节气精灵，来来，我慢慢告诉你。他们呀，事情就是这样了。想不到真的有节气精灵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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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管什么草莓了，先填饱肚子再说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一定是村长请来表演的。是啊。好嘞，今年的立春活动真有意思。哦，是年兽，竟然躲在这块铁板里面，看你忘了逃。我要去捉年兽。立夏，这可不是空间通道。原来这就是年兽啊。跟我来。幸好没被发现。Okay.
是你们？年兽，快跟我们回去！你说回去就回去，你谁啊？哼！你们停住，我先去填饱肚子。老大，老大。地上，你停住！斗转星移，日月乾坤，万物之灵，自我能量，我一个人就能抓住他们。有本事来抓我呀！怎么不见了？地兽，阳气生发，万物始生，春生发动。天兽，快来救我！啊，哼，想过去，先问过我的拳头。天兽！不好意思呀，兄弟，让你见识一下高科技的威力。想偷袭？李夏，来一决胜负吧，谁怕谁啊？节气魔法，烈阳！飞身术！是时候了！成功了！没关系，再好的树芽也需要修剪，下次一定能捉住他们。我知道他们会去哪儿，跟我来。就是这座山，从他们逃跑的方向看，一定是躲在这里。分头找，每年公历的2月3日至5日间，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一个节气立春，也就是我所代表的节气，它是一整年节气循环的开始。立春的到来标志着春天的脚步接近，北方大地还是白雪皑皑，但南方已经逐渐风和日暖。青岛、平度会用猪猪马等民俗活动欢迎春天的到来，南方的人们开始平整土地、追肥选种，准备开始一年的农事。立春后，有些地方气温回暖，细菌也开始活跃，所以大家要注意预防疾病，戴口罩，勤洗手哦。